我沈宝耀，今年94岁，是沙捞越古今四人。早年受华文师资训练，所以一生从事教育。我历任华文中小学老师或校长，一共36年。我由于天性对中华书法情有独钟，但无名师指授，全靠自己领悟摸索。最后呢，也混得一点薄名，但一直到今天，我都不敢以书家自居，更不敢以诗人自诩。常对朋友说，中华书法诗文增深奥妙，高不可仰。我还在路上，还没有到家。但是我呢，也有与众人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喜欢用自己的歪诗俚词入书，作为自己的这个标志。我一生相信命运，我晚年运气很不错，所以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。第一件就是古晋招安公会为我主办书画艺展。为古晋中宗筹募办学基金，为我主办书画艺展，为古晋中宗筹募办学经费，深得社会热心华侨人士的鼎力支持，最后筹得马币22万元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为古晋博罗岸大牌楼题写“南海瀛洲”的楹联，还有跟在那个古晋一中题这个校训，工人诚意的校训，是刻。Thank you.
是沈宝耀，今年94岁，是沙院古晋人。这一次能够得到大马树艺协会举办猫爹书画一展，而且是在网络上这个举办，我觉得能够被选参展非常的荣幸。我在这里要感谢所有在中华文化热心推广中华文化的各界人士，致以崇高的敬意，谢谢大家。